组装防毒面罩。首先，先取出滤棉盖、滤棉、滤毒盒组装，将滤棉有字样的朝内，再盖上滤毒盒，将卡扣扣紧。组装好后，将半面罩与滤毒罐卡榫对准，确定卡紧不会脱落，将扣环绕过脖子扣上，将头戴环固定于头上，可微调头戴松紧度，确保不松脱，活动转动颈部，确认松紧度是否合适。